百块人民币，成本才10块人民币。再跟你说，海涛法师加持过，这下不得了了。那没办法，这个叫末法。但是我都很赞叹那些愿意买的人，你们还在真诚意哦。啊，那什么办法呢？后来我只好最近赶快开网路，免费免费。我并不是说挡人财路，而是说没钱的可以拿免费的，有钱的就看那一边啊。但是这个甘露水你用怎么做都没关系，那只是我喜欢拿黄的，所以像黄的特别贵啊，这也没有什么，所以我现在变成有利用价值啊，所以我现在拿这个，我等一下相片一爆又贵了啊，这一只1.1块人民币，差不多4-5块台币而已，对不对？那这很便宜嘛。但是这个功德大不大？很大大啊！所以以后不要跟人家吵架，拿来跟他挥一挥就收起来就好了。跟他加持，不要骂人，不要骂人，反正挥一挥啊，他知道你慈悲就好了啊。所以等一下我们就法会就早一点结束，好不好？万安演习啊，因为明天我们一大早在台中八关斋戒，我们这些工作小组、摄影小组还要事先去布置的啊。然后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做。然后今天发给各位是佛陀的教法，还有修行法要，那各位最好都能够看。然后这边有几个问题，我很快的回答。有空的人旁边的灯帮他点一下好不好？可以吗？还有灯是吧？水还灯灯，有空的人现在点一下，点一下，供水供万灯，做大烟供，大放生，供养生邪，慈悲有情，太好了。第一个问题，如果他的佛珠被虫蛀了怎么处理？看你自己咯，你能够用你就用啊，不能够用佛珠供养给虫啊，对不对啊？让它全部吃完嘛。所以动机决定一切，这没有对跟错嘛啊。第二个问题，房客就是帮租人家租你房子的房客，白天到工厂上班，晚上到牛肉面摊兼差，请问房东要负因果责任吗？要不要？不需要，因为你租他，这是你租房客，那至于他上什么班你不能管啊，对不对？除非你贴一个吃素免费，对不对？你吃素的住我房子免费啊，但是这些你不能管。但是底下这个问题，房东直接把房子租给海产店卖海鲜，这就有因果了，就不一样啊。因为房客你不能规定他做什么，他今天卖素搞不好明天卖肉，这不是你的动机，因为他只是来住。但是你当初租房子，你已经知道他要做什么，而且你还租给他去造业，那当然你要承担共同的业报。好，我们再念一次，来，点灯功德殊胜行。这两年来我们已经点了随喜功德，来，2650万盏灯，随喜功德650万杯，佛前供水，随喜功德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同享功德，同成佛道。嗡阿呼。那我想随喜这个世界上所有善法，所有佛法的功德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心态。我想就像你养一只很黏你的猫，它就希望你每天给它摸几遍，摸几个头，那它也高兴，对不对？那同样的，那我们也要培养这个随喜的心，慈悲心，没有嫉妒的心。所以你要经常去看到别人的优点而随喜他，看到别人做善事随喜他，那你一天可以随喜1万遍2万遍，
这才是真正的念佛啊！所谓一心念佛，那我们每天可以十万遍的慈悲啊，十万遍的随喜啊，十万遍的忏悔啊。当然，为了忏悔而念忏悔记、忏悔咒，这是对的。但是如果没有忏悔心，只是为了说我赶快圆满十万遍而去念忏悔咒，那就没有意义啊，没有意义。把修行当作一种为了拿成绩单考试，那是一点意义都没有啊。我想忏悔也好，随喜也好，目的都要培养一个慈悲心的资粮，因为没有这个慈悲心，那你就没办法去发起真实的菩提心啊啊！没有发起真实的菩提心，那也没办法去安住在空性啊！你要证的空性，没有慈心、悲心、菩提心，那是不可能了解空性的意义是什么。最多只是文字上，就像各位很会念心经，很会念，但是不见得你碰到事情会有空性，会超越它。那只是对你来讲，只是一种知识而已。那你要为了要真实的证入空性，那你要有这个资粮。首先你要消除业障，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，再来你要填满这个资粮，不然你就达不到。就像你要拿博士班的证明书，那你不可能说那我就每天就一直在家里读书，那不行了。它总有这个过程啊，这个过程要达到那世间的正常过程，小学、中学、高中、大学、研究所，你才能够达到博士班。所以那你要达到这个空性，那如果你一气的众生不在众生身上去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那你也没办法得到空性。但是空性只是了解万法的本质，就像阿罗汉一样，是空性的、无自性的，你不会再起心动念，那也不能成佛。成佛是以这个空性为基础，要去发愿，叫方便波罗蜜、愿波罗蜜、力波罗蜜，最后你才可以成就佛陀的智慧，来用佛陀的智慧，你才能够普度众生啊！在佛教里面，这些写得非常清楚。那我想我们都很有福报，都看见了，但是修行靠自己啊。然后你要自己愿意去实践才可以。就像一个人说哦，我爱你，那你讲在嘴巴没有用啊，那要表现出真实的行动。等一下，好消息，下午3点有现场煎的香椿饼400份，3点才会到，我们要熬一下。还有点心菜包400份，那我们就只好念到他们来吧啊！为了这个还蒙脸蒙脸啊，反正差不多了，现在2点15分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念消灾，消灾完以后我们念往生牌位啊，因为等一下格西还在里面念，我们在外面念好不好啊？来，再有一个功德，我们最近在大陆订那个杯子，我们有没有带来吗？那个湿水杯订多一点，下回一人做一个好不好啊？带回家，这一次做的是透明的水杯，所以看水也很漂亮，对不对啊？那个杯子可以供在佛前，然后也可以做下施用。那现在做滴水功德，再讲一次，所有的功德融入在水里面，布施在土地，流到最远最深的地方，代表无量无边的众生，还是累劫累世跟你有缘的冤亲债主，通通得到，因为水可以渗到最远最深呢、啊，然后也帮助更多的众生。我们念一下来，请跟我念：强缘即入住，无边处所者，雨水由天降，终必会低处。如此之布施，福资益恶鬼，犹如满溢流，得遍于大海。如此施善果，福资益恶鬼，自己圣者观世音，手降本质甘露流，
恶鬼饥渴诸苦灭，愿即极尽具福乐。嗡嘛呢呗咪吽舍。这个拿到往生牌位，等下回向以后再给他泼出去，让他们同享功德。来念一下华慧功德，回向罗逸婷啊，因为他车祸很严重，肾脏破裂啊，所以来回向所有车祸死亡者、车祸受苦者同享功德。当愿众生无有车祸。嗡啊吽，啊，就是这样，这样漂不漂亮啊？啊，那平常你可以，这还印了八吉祥，然后把这个水倒在里面，还可以供佛，对不对？啊，乃至这个水供完再拿去泼出去，然后那这个是装水的，啊，水装在里面，然后再倒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家有六个，最好你请六个，每个人都倒，对不对？倒完以后，每个人都去布施，来养成一种修行的习惯。那现在用这个塑胶玻璃做，看起来好看又便宜，有没有人会做啊？啊，如果台湾会做，就在台湾做，俗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便宜就可以做一万个，一人回家带五个，对不对？啊，每天都这样上供下施，而且看到水又很舒服。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，慈悲的奉献究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、放生、施食、救苦救难，到处去利益众生。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，让佛陀的智慧、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。护持正好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大家好，我是卫生福利部署长蔡雪红，防疫新生活，你敢有做到？嘴暗爱分内外面，外面是垃圾的，内面是清气的。嘴暗使用一两三，第一，挂嘴暗之前爱先洗手，检查嘴暗外层向外，剃条放伫鼻仔，挂好轻轻啊垫一下，嘴甲鼻爱挂巴咯，才袂去喷着。第二，烫嘴暗之前爱先洗手，嘴暗烫掉后，外层向内底凹做四分之一，等去有挂的粪扫桶，等了再搁洗手。第三，嘴暗要暂时保存时，甲嘴暗外层向内凹做四分之一，放伫清气的纸袋啊。嘴暗使用做好着，保护家己，嘛保护别人。发菩提心，修大悲心。林荫深处的山鸟鸣唱，
风吹拂了一夜的寂静，原本就清新的空气更显得纯粹。在现在为求时故造诸恶业的时代，要奉守不害生命的戒行，要有很大的福德，而戒律所带来的清明思绪，事实上才是幸福的来源。莲师教言中说，将你的身与意全部投入善行注意之事，即使是最猥亵之恶行或无德之事，亦须避免。今天在前往莲师大佛的路途中，在一村落旁放生八头牛、九只猪，当地牧民放生了36头牛。台湾还有很多菩萨护持这一次放牛放生的活动，要把功德回向给他们，罪障消除，以及他们回向的往生者得以离苦。我们在下一站泰国还准备要放100头要将屠杀的牛，大家也随喜功德，你要救大牛救小牛，乃至随喜都是功德，没关系，愿所有众生胎卵湿化都能够离苦得乐。现场他们有当地的农民布施出来36头的牛，大家随喜啊，感谢这些。他们虽然生活贫穷，但知道放生把他的牛36头布施出来。他们这边都是此地当地的肯伊拉，他们老百姓参加放生，总共牛有44头，44头，36头免费，我们非常感恩他们，然后现场有8只牛，1只16000，很便宜啊，16000多少钱啊？将近280块美金，对不对？不到300块美金就一只牛了。特别是这8头牛是明天就要宰杀的，他们抢救过来了，结果他被他们上司被仁波切感动，他说他以后不再杀了。他们两位决定从今以后不杀生了，大家给礼物啊，给礼品了。就像我们的兄弟不再杀生一样的高兴。8头，1头16000，工人小费4000元，还有猪3只，1只有30000元，另外25000，4只16000的，还有运送费是70000元，还有工钱3年的，因为要一次付给他们照顾猪的3年的工钱252000元，食物猪的食物1年365000元，195万。好，那大家开始，你要救牛16000，还是要救猪30000、25000、16000，还是要护持照顾的，随喜都可以啊。500美金。什么东西都是要鼓励推广的。来吃素吃素，我给你100美金。好，救助300美金，杨永成，钱可以变成生命，还有代表台湾很多放生的1000美金。其他我们还要付他们3年护养费，这个钱由
台湾带过来的放生钱来付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也愿各位舍一得百万，好不好？好。今天你救一头，下回你可以救一百头；今天你救两头，下回你变两百头。愿各位生生世世有大福报啊！所以来盖亚塔，翻转这样，阿瓦波的那也说哈。这个三十六个观音菩萨要送给布施三十六头牛的这些菩萨，阿弥陀佛，来协助仁波切放生的这些上师，送他们观音菩萨。各位以后回到你的住的地方，想到要的不单做功德，随时都可以，我们就会帮你联络啊。你要救牦牛，要救一般牛，要救猪，马上都可以。大家的力量念下来，万人共造善恶因，万人共造善恶因，每人皆得善恶果，每人皆得善恶果。所以今天大家你自己都救了这么多的牛啊，44只的牛，你自己都救了很多的猪，然后也护养他们3年，吃的住的，然后呢大家都得到这个功德，那当然要把这个功德回向法界众生，回向你的亲属往生的历代祖先，堕胎胎儿冤亲债主，过去啊所造的恶业欠债就要偿还，可以来以此功德，回向冤亲债主，忏悔业障，回向所杀所吃动物亡魂，回向流产胎儿身上病魂消冤解结，离苦得乐，同成佛道。啊，这边有160万不干钱，代表大家的钱，要护养这些牛羊猪3年，好不好？啊，来来，啊，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我们等一下还会100万的不干钱，再交给这位上师，啊，也替我们大家任何时间放生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这一次我们总共有4次的放生，第一次各位看到牦牛18只，第二次我们看到了16只猪，就在他们救狗的地方，第三次那天做烟供的时候来了2头牛还有羊，各位做替身给他们吃，还有猪，那今天现场有44只的牛还有9只的猪，所以我想我们一切都是尽力而为，我想世界本来就不圆满，但是我们大家这种放生救命的心是最圆满的，所以只能让我们的心不离开悲心，然后尽力去做，所以希望大家时时刻刻保持自己。